昨天呢，我们在南势角，其实呢，已经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贵宾。然后呢，昨天呢，我刚才跟林总报告，昨天小朋友带他们去那个六品小馆吃饭，然后六品小馆的老板娘看到他们，就一直要招待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。然后刚好昨天弟弟的生日，他们有帮他做庆生唱歌，结果呢，老板娘马上要求说可不可以多唱两首歌，结果唱到全餐厅在鼓掌。然后晚上10:30哦，我带他们在西门町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娘打电话给我说，她很想要这个就是对。